范国威议员。好，多谢主席。唔好意思啊，头先我唔够时间讲埋我其中有一个。即係一段嘅發言，就係我批評到特首喺佢嗰個政綱裏面嘅最後一個章節，有關點樣去落實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維護國家利益，佢裏面作出嘅承諾同埋佢嗰個嘅實際嘅行為咧，係唔符合呢個落實一國兩制、港人治港嘅處理嘅咁樣係。咁就特首咧喺今次政改嘅諮詢裏面咧。好明顯咧，佢嘅行為咧係體現咗一國同埋兩制嘅失衡嘅。點解咁講呢？因為特首喺今次嘅政改諮詢裏面好似完全冇角色咁樣，所有政府呢方面嘅工作咧係交俾呢個政改三人組林鄭月娥、袁國強、譚志源咧係去主導，而北京政府咧亦都係透過中聯辦咧不斷咁樣咧係去主動邀約立法會議員。在我們的政改還未完成政改五部曲的第一步，即是行政長官向人大常委會提交報告之前呢，其實就是嘗試呢透過名就為叫溝通啊、討論啊、外訪啊、研習啊這樣，其實呢就是企圖呢是干預香港的內政，矮化一國兩制之下特區政府就政改進行公眾諮詢的角色和權力。但是梁振英特首做乜嘢呢？佢係無動於衷，更加係鼓勵議員去上海同京官係去交流。結果部分嘅泛民議員喺京官嘅會議裏面呢，甚至乎呢連去都冇得去。我成日都用阿長毛嚟做一個嘅事例咁樣係。特首梁振英喺今次嘅政改裏面呢，其實表現係無能，係軟弱，同佢嘅高昂嘅薪金呢係絕不相符。所以我在本節的合併辯論、合併討論裏面呢，其實也是同時去提出是去削減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呢，是就2017年行政長官產生辦法和2016年立法會產生辦法的公眾諮詢工作的全年預算開支，是去表示新民主同盟對本屆特區政府進行一個有預設立場的政改諮詢嘅不滿。主席，本人謹此陳辭。有冇其他委員要發言？梁國雄議員，多謝主席。